等一下，刘念，什么状态呀？没有防守，没有进攻，能比赛吗？专心一点。王茂，你的状态很好，判断也很对，但是要保持点距离会更好。继续练吧。集结全部的力量。
教练，我想知道为什么比赛名单上没有刘念。我的工作就是选拔最合适的人。但是他真的很适合这次比赛。教练，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次机会。我是队长，听我的，这次就听我的。再赢就凌晨3:45了。Action！ 拍了，可生气了，哼，像不像八头？我就是全场最酷。他刚刚说完不会掉。